那就是你说吧，这八年当中就找那一个，这就没找。也有你给叫的，叫的不行。确定他再就没来找过你是吗？没，这你放心。我这时候我就不在乎你的。下班都是你自己做饭吃。那。也挺不容易的哈。哎呀。你看人这你赶这是不薄是薄赶地图了，我放不下了，看看没事没事不是太大，你要圆的它不大了，这就是考试呢啊，看着就看他了，就看着就出师了。当我第一眼看门看见这位大哥的时候，感觉心很动。没这么感动过。那他心眼儿挺正，用心能感觉到挺热情。他对人从心仰外是真心对待你。就搁这咱吃吧，真的。我这你们等我等你过来吧，我再买个桌子。就是我是常年上班，可能是做饭也会做，但是不是那么像你做饭那么快那么利索，不是说我一点不会，可能是不会像你做的那么好吃那么有食欲。我做的不好吃没事，你们当着我不整我整，我给你做大家做。我告诉你我可能吃肉吧。能吃肉啊，能吃肉我最高兴了，我希望我老公胖胖的多吃我是最高兴的了，只要你吃我就给你买。好，给你加好点。哎，好好好。那个，来，先拿个肉吧，看看，看我这多少肥。没，不咸。他吃，真挺香。鸡蛋也挺嫩的。来个鸡蛋。行不行？辛苦了。我挺不行。好吃。献花献佛吧，你辛苦了。谢谢。我不在了，现在。是，你不应该在。秦大哥和国大姐唠的是越来越热乎，这一顿饭吃下来，屋子里的空气呀、都是甜的，俩人这事儿啊也是八九不离十了。我看大哥大姐互相印象都不错，所以咱们就是从一步一步接触来，也别说立马就拍板了，我俩肯定是两口子了，也不能是不是？不能。所以就咱们就正常印象都不错，就正常接触着。然后我跟大哥说两句哈，一个呢就是比大姐年龄大一些，还有一个呢大姐性格内向，然后她性格特别内向。然后你们俩相处过程当中，你要是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找我们。我们说嘛，我们这个栏目组既是大姐的娘家，也是婆家，都是。然后你可以跟我说。